欢迎收看艾森秀体操。今天呢，我们现在位于在一个台北的狮兽山的路口，这里是虎山。听说上面有一些体操器材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找看看，一探究竟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体操器材？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现在发现了某样东西，第一项器材单杠，难道是在这？应该有点困难了，刚刚那边只有一只，它不是一片的，听说的是一片的体操器材，有点不相信。这样子，体操器材，你怎么扛上山？其实蛮厉害的。不好找啊！你在哪里？说好的器材呢？你在哪里？快出来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像到了。哎，这里耶，是这里。噔噔噔噔，这里就是一个传说中有体操项目的虎山。来，我们近看一下。来，这是我们的吊环，这是我们的双杠，这是我们的乌龟，这边还有仰卧起坐哦，小双杠厉害哦，啊单杠哦，天眼木。这个是平衡木型双杠啊，那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感觉这边还是单杠，是应该看起来在这里。那我们就来挑战每一项吧。我也要试试，超痛的呢。这个吊环跟我们体操里面的吊环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很重，它是铁做的，它不是木头。那我们现在要能做什么呢？来测试一下，
先来一个十字。哦，有吗？有停住吗？敢那无呢？敢那无？来一个二停。看到。嗯 ，OK， 来到我们第二项偏木双杠，它的宽应该有八公分，正常偏木宽有十公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双杠跟偏木的合体啊。OK， 是一个摆动，来哦，非常难握，来高。还有什么要练？啊，还有一项，走，这边。还记得我们的虚增扇吗？弹杠来了，它会垮掉，还没可怕。OK， 这里就是我们虎山听说传说的有体操器材的地方，有兴趣可以自己来这边练看看。啊，在哪里？你可以上来问路人，因为我也是一路问人，问到这里的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确切地址不知道。上来其实不远，走一走就到了。那今天影片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到器材的地方就是从虎山这条路上来，然后你会看到地上有这块六芒星，然后往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往那个中华科技大学往南港下去之后，不到30公尺就到了，所以上来之后你要往这边走，进去就到了。OK， 喜欢练体操的人，记得可以上来活动一下筋骨。